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我今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佛说《无量清净平等觉经》卷上，后汉肉支三藏支娄迦谶译。佛在王舍国灵鸟山中，与大弟子众千二百五十人、菩萨七十耳那数、比丘尼五百人、亲信士七千人、亲信女五百人、御天子八十万、色天子七十万、辩经天子六十那数、梵天一亿，皆随佛住，神通飞化。弟子名曰知本纪、贤者马师、贤者大力、贤者安详、贤者能赞、贤者满愿毕、贤者无尘、贤者世俱迦摄、贤者牛师、贤者上师迦摄、贤者智恒迦摄、贤者金乌坦迦摄、贤者舍利弗、贤者大目犍连、贤者大迦摄、贤者大迦瞻延、贤者多睡、贤者大古师、贤者大寿短、贤者银辫子、贤者不争有无、贤者知宿命、贤者了身定、贤者善来、贤者离月、贤者痴王、贤者世界具、贤者类亲、贤者示范经、贤者多欲、贤者王公生、贤者吉来、贤者是黑山、贤者金刹利、贤者博文、贤者人吉。其女弟子名曰大清信比丘尼、幻者比丘尼、莲香色比丘尼、生地动比丘尼、生地淡比丘尼、生则逝者头痛比丘尼、安风止比丘尼、体柔软比丘尼、永生行比丘尼、自净比丘尼、亲信士名曰即反孤独长者、安念众长者、快臂长者、火鹰长者、善容长者、具足宝长者、明远闻长者、相臂翼长者、安吉长者、施宝营长者、心赞长者、胎师音长者、公义道长者、永祥运长者、宝耳长者、宝劫长者。清信女名曰深楼，名曰黑哲，名曰信法，名曰软善，名曰乐良，名曰人苦乐，名曰要爱优婆夷。如此之人皆一种类，消尽诸垢永尽者也。无数之众悉共大会。于是佛作思念正道，面有九色光数千百遍，光甚大明。贤者阿难即从坐起，更正衣服，起手佛足，长跪叉手，前拨佛言：今佛面目光色何以时时更变，明难耳乎？今佛面目光景数百千色，上下明彻，好乃如是。我是佛以来未曾见佛身体光耀，巍巍重明乃耳。我未曾见至真等正觉光明威神，有如今日明好不忘。悔当念诸过去当来若他方佛国，今现在佛。佛告阿难：有诸天来教汝，诸佛教汝，令问我耶？若自从至出乎？阿难薄佛言：亦无诸天无诸佛教我，今问佛者，自从亦出来薄佛耳。每佛坐起，若行出入有所至道，所当作为，所当教示，
我折之佛意，今佛独当辗转相思，故使面色光明，乃如此耳。佛言：善哉，阿难，若所问者，甚深快善多所度脱。若问佛者，甚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毕之佛，不使诸天人民及冤威软动之类，累劫百千万亿倍矣。佛言：阿难，今诸天帝王人民及冤威软动之类，汝皆度脱之。佛言：佛威神甚重难当，若所问者大深，汝乃慈心于佛所哀诸天人民。若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大善，当尔时皆过度之。佛亦阿难，如世间有优昙波树，但有时无有花，天下有佛，乃有花出耳。世间有佛，甚难得之。今我作佛出于天下，若有大德聪明善心，欲知佛意，若不忘在佛，便是佛也。若今所问，善听谛听。佛欲阿难，前于过去劫，大众多不可计，无边福不可议。乃尔时有过去佛名定光如来，复次有佛名曰耀光，复次有佛名日月香，复次有佛名安明山，复次有佛名日月面，复次有佛名无尘垢，复次有佛名无沾污，复次有佛名曰如龙无所不服，复次有佛名曰日光，复次有佛名大音王，复次有佛名宝杰明，复次有佛名曰金藏，复次有佛名焰宝光，复次有佛名曰有举地，复次有佛名曰琉璃光，复次有佛名曰月光，复次有佛名曰日阴身，复次有佛名光明花，复次有佛名神通游持意如海，复次有佛名皆叹光，复次有佛名具足宝洁，复次有佛名曰光开化，复次有佛名曰大香闻，复次有佛名曰祥气汇集，复次有佛名妙琉璃紫摩金焰，复次有佛名心持道花无能过者，复次有佛名曰积众花，复次有佛名水月光，复次有佛名曰除众明，复次有佛名日光盖，复次有佛名曰温和如来，复次有佛名曰法义，复次有佛名曰狮子飞象王步，复次有佛名曰世豪，复次有佛名曰静音，复次有佛名曰不可胜，复次有佛名曰蝼蚁暹罗。在中教授四十二劫皆已过去，乃尔结识作佛，天上天下人中之雄，经道法中勇猛之将。佛为诸天结识人民说经讲道，莫能过者。是饶王闻经道，欢喜开谢，遍弃国位，行作比丘，名昙摩迦流，发菩萨意，为人高才，智慧勇猛，无能于者，与世绝异。到释饶王佛所，起手为礼，常跪叉手称赞佛言：无量之光耀，威神无有极，如是之焰明，无能于等者。若以智摩尼或月水之形，其景不可及，其色亦难比，颜色难称量，一切事之罪，如是大音声遍诸无数刹，成以三昧定，精进及智慧，威德无有备，殊胜亦稀有。身为地善念，从事得佛法，持觉若如海，其现无有底，嗔恚及愚痴世尊之所无，皆叹佛事雄，终始无厌足。佛如好花树，莫不爱耀者，处处人民见，一切皆欢喜。令我作佛时，愿使如法王，
过度于生死，无不解脱者。盘师调伏意，戒染及精进，如是三昧定，智慧为上最。无是得佛者，普代得此事，一切诸恐惧，我为获大安。假定有百千亿万那数佛，如是佛之数是如恒水沙，即以沙等佛一切皆供养，不如求正觉兼永而不缺。譬如恒水中流沙之世界，复为不可计无数之刹度，光焰一切照，遍此诸数国，如是精进力，威神难可量。令我为世雄，国度最第一，其众殊妙好，道场于诸刹，国如泥环界而无有等双。我当常悯哀，度脱一切人，十方往生者，其心越清净，已来到我国，快乐喜安稳。信佛见信明，是我第一证。发愿在于彼，精进力所欲，十方诸世尊皆有无碍慧，常念此尊雄，知我心所行，令我身止住于诸苦毒中，我行精进力，忍之终不悔。法宝藏比丘说此唱赞释饶王如来至真等正觉已，法以欲求无上正真道最正觉。我立誓愿，如多陀揭佛所有者，愿悉得之。华人勤苦生死根本，悉令如佛。唯为说经所可施行，令即得觉。我作佛时，令无极者，愿佛为我说诸佛国功德，我当奉持，当那中住，取愿作佛，国亦如是。佛与阿难，其释饶王佛知其高明，所愿快善，即为法宝藏菩萨说经言：譬如大海水，一人斗量之，一劫不止，尚可枯尽，令海空劫得其底泥。人至心求道，何而当不可得乎？求所精进，进不修止者，会得心中所欲愿耳。法宝藏菩萨闻释饶王佛说经如是，则大欢喜踊跃，其佛则为选择210亿佛国中诸天人民善恶国度之好处，为选心中所愿用与之。释饶王佛说经尽，法宝藏菩萨便依其心，则得天眼彻视，悉自见210亿诸佛国中诸天人民之善恶国度之好丑，则选心所欲愿，便结得是24愿经，则奉行之。精进勇猛，勤苦求所如是无央数劫，所施是供养勤以过去佛意无央数。其法宝藏菩萨至其然后自至得作佛，名无量清净觉最尊，智慧勇猛，光明无比，仅现在所居国甚快善，在他方一佛国教授八方上下无央数诸天人民及冤魏软动之类，莫不得过度解脱忧苦者。无量清净佛为菩萨时，常奉行是24愿，珍宝爱众，保持恭顺，精进常行之，与众超觉卓然有异，皆无有能及者。佛言：何等为24愿者？一、我作佛时，令我国中我有地狱禽兽恶鬼冤非软动之类，得誓愿乃作佛，
不得从事愿，终不作佛。二，我作佛时，令我国中人民有来生我国者，从我国去不复更，地狱恶鬼禽兽软动，有生其中者，我不作佛。三，我作佛时，人民有来生我国者，不依色类金色者，我不作佛。四，我作佛时，人民有来生我国者，天人世间人有意者，我不作佛。五，我作佛时，人民有来生我国者，皆自推所从来生本末，所从来十亿劫宿命，不惜知念所从来生，我不作佛。六，我作佛时，人民有来生我国者，不惜彻誓我不作佛。七，我作佛时，人民有来生我国者，不惜知他人心中所念者，我不作佛。八，我作佛时，我国中人民不惜非者，我不作佛。九，我作佛时，我国中人民不惜彻听者，我不作佛。十，我作佛时，我国中人民有爱欲者，我不作佛。十一，我作佛时，我国中人民住止紧波尼环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二，我作佛时，我国诸弟子令八方上下各千亿佛国中诸天人民软动之类，作圆一觉大弟子，皆禅一心共属我国中诸弟子，住至百亿劫无能数者，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三，我作佛时，令我光明甚于日月诸佛之明百亿万倍，照无舍天下杳冥之处，皆常大明。诸天人民软动之类，见我光明，莫不慈心作善，来生我国。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四，我作佛时，令八方上下无数佛国诸天人民软动之类，令得圆一觉果证弟子，坐禅一心，欲共济之我年寿几千万亿劫，令无能之寿涯底者，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五，我作佛时，人民有来生我国者，除我国中人民所愿，于人民寿命无有能济者，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六，我作佛时，国中人民皆是莫有恶心，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七，我作佛时，令我名闻八方上下无数佛国，诸佛各于弟子众中叹我功德国度之善，诸天人民软动之类，闻我名字，皆悉踊跃来生我国，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八，我作佛时，诸佛国人民有作菩萨道者，常念我净洁心，手中时我与不可计比丘众飞行迎之，共在前立，即还生我国，作阿惟越致，不尔者，我不作佛。十九，我作佛时，他方佛国人民前世为恶，闻我名字，即正为道，欲来生我国，受众皆令不复更三恶道，则生我国在心所愿，不尔者，我。